不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。不喜欢的话，你记得哦。啊，有首歌我需要跟你们一起唱啊，既然你们都认同了，也喜欢阿美族的文化，阿美族一个很简单的唱歌的方式，一个人当领唱，其他人当打唱，打唱总会给领唱者力量，不要玩，听哥哥的话。等一下，我都会给你时间玩。还没讲完呢，生气哦。好，一个人当领唱，其他人当打唱。打唱者只要反复同样的语句，会给领唱者领唱的力量。这是阿美族很传统的一种唱歌方式。要学哦，大家一起学好不好？好。啊呜哎呀哎呀呜哎呀，当你唱大唱。哦哎呀咿呀哦哎呀，哎呀呀哦咿呀呀，哦哎呀咿呀哦哎呀。我也唱了，这边屏幕有罗马拼音。如果罗马拼音看不懂的，我们里面还有三个字一模一样，就很简单。上台一下，来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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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